喂，老公啊，你干嘛呢？我在办公室呢。没事啊，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。啊，你咋来了呢？我在家待的实在太无聊了，我寻思来找你吃个午饭呀。那我那不早说呢，我刚订完外卖呀。那外卖送来你就给同事吃呗。那行吧，那你稍等一会儿啊，我把这个写完就下去。行，你快点啊，我都饿了。啊，好，好了，嗯。从一开始相互牵绊到争吵，用了多少天？从沉默出发一路提升。呀，这不建军吗？哟，小雪，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？我现在上哪儿，跟你还有关系吗？没有没有。这几年不见，你这混得越来越惨了啊！怎么着，现在送外卖了？呀，你这鞋，现在城里不好买了吧？哟，说到你痛处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看来当初我离开你是对的呀。你瞅你现在这样。现在过得怎么样啊？托你的福啊，我现在过得特别好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我老公在这儿做高管，比你有钱，最重要的是啊，对我还特别好。行，对你好就行。呀，我老公出来了。老公，你终于下来了。走啊，吃饭去。等一会儿，老公，你外卖到了。别闹。谁闹了？这不他不就送外卖的吗？是吧？走吧，老公，吃饭去。等等，别生气啊，等等，别生气，我不懂事儿，就跟娘们一般见识啊，等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吃饭。再给你买一盒去，要不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别生气啊。小雪，有句话说得好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是什么样。说到你痛处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看来当初我离开你是对的呀。你瞅你现在这样。世界在变，我们也在变，但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改变，都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看不起一个人。